啥不吃呢？我忙不过来吗？还得记录生活。讲究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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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集合了！哎哎哎哎哎！集合了！集合了！哎呀，您的装备都上了啊！哎呦哇，这造型帅呀！老板的上车。哎，你这玩意儿借我玩呗？什么玩意儿？头盔啊！那一会儿你开。我不开，你开吧。够了吧？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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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我真不讲，开车就跑，走去吧，走吧，走夜了，腰酸背痛，腿抽筋儿啊，干啥呢你啊？这小子，这小子自己跑了。上车你不拉我们啊？你下车你都没看啥吗？没上车？我说怎么这么轻快呢？东边那边走完了，该走西边了是吧？愣头往上跑啊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兔子往上跑啊。我这裤子都刮了。你是不是裤乱开了？一会儿看看。哎呀真猛啊。哎下面这不够用。哎刘部长，我都用上了。这我的斧子能借给你吗？这怎么能来这么空？这木匠斧子不能随便借人。哎呦我天，真正像这句话了，四大脚木匠的斧子，厨师的刀，跑腿的行李箱，大棍就有，现在就差一件了。俺俩跑腿行李箱，俺俩都有，完了，就差个大棍就有。厂子中枪，老跑腿的小跑腿，这小子，我就我这样的团队，就这样的队友了，要不他定得快，两个钉都在外面了。这你师傅定的啊？这钉子都干出来了。这说法和我合伙，你快拉倒吧。你俩一会儿，我自己一会儿，咱看谁定得快。啊，就你就不服呗？对，就你会那撩开膀子。我从你都错了是哪人？让你两块板。哎，打个赌呗，谁赢了，然后那谁吃羊腿，谁输了谁去买。整呗，我俩还整过他。来，哦。耶、yeah! 让你耶，一会儿你买羊腿你就不耶了。不能定的满脑子都蹦的啊。你不能出了活好好干。春光乍泄。你有面子，斧子能借出来，我借不出来。快别逗我了，比赛了。小人想要吃羊腿。你快点干的，我当然想吃羊腿。拿板没有板儿。光马上板儿你就算赢了啊。这边还没整上呢，这肯定玩完了，我完事儿了，你买就完事儿了，你没定你的。哎，这边有人买羊腿喽，就定一个点，咋的？都没定，完事儿了，真能赖，受不了啊！你这是豆腐渣子工程，那不算啊，这么大玩的，我们都定那点，走吧。哎，这不也活的吗？他俩人干的没有我多。我一猜他俩啊，就跟我俩整事儿呢。化干戈为玉帛了，通力合作了，开始啊。动手去，上一边去。这是孽徒，知道吗？漂亮，这是刘木匠，干的直冒火星的。哎，这不是就马上妥活了吗？这不就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上梁大吉，放炮！怎么一上梁上盖打开就漂亮了，挡雨了就。上梁大吉，上盖大吉，拜拜！干两响，哎呦！哎，响了响了，哎呦！
干啥呀？没比给过他。对了，你俩认赌服输不？我输了，没有比就过他。我买去吧，去安排。我去买。买这熊老头买羊腿喽。三儿，竣工了。竣工。有厕所了。有厕所喽。这老小子跑哪去了？不能不回来了吧？石板也热了，油都快糊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差羊腿了。咱就一块豆腐，他要那不回来。煎豆腐吃啊？先煎他吧。煎豆腐等羊腿。哎呀，伺候了，等你呢，就等你呢，师傅。跑哪去了？以为丢了呢。是不是去年的吧？哎呦，这大羊腿。哎呀，俺娘，那有锅，我有腿，那就等着。快快快快！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行啊！这么整个好，那不行！来，给我来挂上。今天来个花样啊，花样啊！快嘎吧，别像样了，哎、别像样了，饿了都。哎，有点厚啊，来吧，这么大片儿，香。快，师傅找地儿坐。吃过这吃饭吗？没有啊。石板烤羊腿，刘哥也是你奶奶。这两天看你累，然后平时啊没有这伙食，就一块豆腐拉倒得了。啊、对，你明天别让他留着了。怎么了？过两天饭了，这太抠了，这干一点活你吃羊腿，你就是的，小妹儿太上头了啊！我这还有那好东西呢，啊，啥呀？小笨鸡蛋。哎呦，我就怕虎哥那不回来。哦，哎，这玩意儿千里面接手了，自儿的自儿的的啊！来了，有点真香啊，走得快，走得快，都饿了啊。哎，你可烧火烧出来了，快熟！这小生活干巴嘴的，吃了个烤羊腿，神仙过的意思。哎，咱这活不能断、啊，小伙儿，咱这活不能断啊，天天得干。好了，哎呦，羊腿就得这么吃。嗯，是。谁不领劲？刘姑娘辛苦了，咱活不能断啊。怎么？这肉真嫩呢。哎，嗯，看这小鸡蛋煎的啊。你这馋谁呢？我也有，我就吃两个饭。老三，来，这给你了。老板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来来，你让我吃肉，想天天这么吃。我也来点这小烧烤料。嗯，看你们吃太香了。我进一罐。嗯，拍照吧。是吧？我咋不吃呢？我忙不过来吗？还得记录生活。讲究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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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把这手给吃烂了，俩脚晕了，香懵了。豆腐别踩着，哎，这豆腐扛劲，坐在愣头顶底下没准备。来吧，我也来瓶矿泉水吧。你们喝那个，我喝这个。玩吧，哎，来，都香懵了，香懵了。大一会儿，大一会儿，太厉害了。妈，没啥事儿。来，哥，来，来，进块好，进块等会儿油。就你这样的老家伙，你买肉呢？你多吃点。对，还没咽着又来一块。我主要明天我还想给你打个赌。刘木匠和石板是眼多，这谁输谁赢，能咋不耽误谁用？咱就接着干就完事儿了。这片好，好的肉，好看你连肥带瘦的是吗？庆祝一下今天厕所圆满竣工呗。哎，你去厕所我也想这事儿啊。咋事？过一会儿再说。啥事儿啊？想当年我18岁啊，啊，嗯，那个女同学19岁，啊，该进厕所草草了事，人生第一次。哎，不，这不能说，这个那违规啊，老板，这个不能说。不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说人生第一次正牌，草草了事。你挣钱你跑女厕所啥去了？俺俩订厕所嘛，村人报给俺俩活嘛，啊。是俺大队说你咋订完给1.86元，俺俩就合伙订完的嘛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，一次性花了，草草了事。你误会了，你不生气了，我再来一口。哎呦，你性感的羊腿真香啊！性感的羊腿，嗯，大长性感。不是，是三儿这个单身比较久了，他现在瞅老母猪都双眼皮了，所以说瞅这羊腿很性感啊。应该是母羊。哎呦，咱们是不是也开辟了一种新的吃法？铁板吊炉烤羊腿，这不是吊炉啊，咱这叫铁板吊羊腿。石板怎么能铁板呢？石板，对，石板烤羊腿。哎，我不管你谁烤不烤羊腿，我就往嘴里逮，逮就完了。哎呦，这糖心蛋太性感了啊！农村的小笨鸡蛋多，嗯，来一个，整点素的。刘木匠蛋糊了啊！不，这个我哪摸？这个蛋糊了，你大铁烤鸡，我是业务，你爱说啥就大铁烤活蛋，你看不是火候呢？哎，你看这个眼神上，
下午就让他们乱跑。没去的，有点排斥咱们，咱们都搁那瞎蒙了瞎蒙了的。哎呦啊，这大嘴呀、啊！不满这大嘴。哎，小妹儿金花，你看看这个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，香味少一半。那得吃肉啊。对，这样说才对，蒜再好吃比肉好吃。对。嘴大是能炫哈，能发吗？我怎么？出门在外，媳妇儿交代，少喝酒，多吃菜。做不着站起来。对，尝尝豆腐怎么样？豆腐还不地，好吃，太热了。豆腐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嘎嘎香。嗯，外焦里嫩。别剩了啊！这还能剩？这老大大老爷们儿吃。有三儿，你说这句话你。又晒了，你埋鱼了是吧？你埋汰色呢？你埋汰我呢？打我脸是不是？啪啪的。来块豆腐、啊。不是你再整条那羊腿。你看你糊的，不能让他们那打脸是不是？对。三儿，你吃没吃豆腐呢？没呢。拿碗来。得吃豆腐，哎，浇花。一点豆腐。五克。来，刘师傅来，来一块来。哎，这刘师傅多吃点行。来一块啊，豆腐就是我的命，嗯、有了肉他就不要命。来，兄弟们。干一个来！干要吃了。你这今天挺兴奋呐！这两天我都开心。哎呀，这咋美的？为啥呀？别干了啊！牛啊！为啥？因为我感觉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。那必须的呀！美玲要来了吧？哎呀，这时候也盖好了。嗯，这大灶看看见，这也快盖好了。啊、嗯，到时候就他就有那个用武那之地了。但是哥几个到时候得帮衬吧，那个没事儿，美玲来了上厕所，我帮你看着三儿。哎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林子啊，你啥时候结婚办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打套家具。真的吗，哥？真的。三儿，再拿一瓶酒，我再干一瓶。行，我给你拿去。我干30块钱礼。那有点少了，哥。我人别住前大台，我自己去吃什么的。你起码得50。先看酒店吧。